恋爱的幕后阵容。包括赛德克巴莱还有海角七号这些大家公认已经带给台湾重大影响的电影，黄志明都做了监制的工作。摄影师李冰冰对于所有爱电影来讲是不会错过的一位摄影大师，他也跟周杰伦合作过不能说的秘密，那另外他的作品当中呢还包括了像最经典的《恋恋风尘》、《海上花》以及这个《太阳照常升起》。我们请到的美术指导呢是赤冢佳人先生，他所曾经担任过的电影作品包括《精灵十三钗》是张艺谋的作品，另外还有非常有名的《追杀比尔》，然后我们看到《赛德克巴莱》当中他也参与了美术的部分。我们请来的武术指导是梁基勇先生，韩国的非常有名的武术指导。那他在动作方面曾经参与过的重要电影，包括了很有名的韩国电影《爱人怪物》，另外《原罪犯》也是让大家非常难以忘怀的电影，《赛德克巴莱》也是他的作品。我们的造型指导是吴礼禄，他曾经四度夺得香港电影的金像奖。那他跟周杰伦合作过《不能说的秘密》，另外像周星驰所导的《长江七号》，还有非常有名的《十月围城》，都是他的作品。王伟六先生是我们这次的常务指导，他已经是公认的对于所有的电影导演来讲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他跟周杰伦合作过《不能说的秘密》，另外他参与的也包括《猛甲》《赛德克巴莱》了。那我们看到他的作品当中，最早期还有《油麻菜籽》，跟我这样过了一生。他的身上是整部的台湾的电影。对，这些就是我们幕后的黄金阵容。其实这次可以请他来，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缘分啊。那因为王老师也是第一次来，这样，那我觉得电影里面需要这样非常精湛的、有分量的人物啊。那这次的角色其实王老师也是非常的适合。那在里面他非常的沉稳啊。那定妆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就是他了，就是这种感觉。那其他卡司就像更红这种就不用讲了，对，没有，就是我更没演哦，没有，还有人家乱讲说我有气氛胜过你，我没有演了，之前就已经有人问过，但是大家编故事越来越厉害了，所以但其他卡司还有很多的演员，我们像之后我们都会一一介绍给大家。哦，其实刚刚看到后面这个天台，这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应该是说像大家梦想的那种世外桃源。好，坐在上面就是载歌载舞，然后天天过得非常无忧无虑的日子，这样。对，那跟这个跟住在下面的人感觉不一样。对，那住在下面可能就是哎比较有钱，比较觉得比较势利，所以在里面有一个反差在这部戏里面。哦，那歌舞跟一些舞蹈，然后还有动作啊，都是一些我喜欢的类型。那最主要其实它就是复古。复古年代，其实大家看我拍 MV 就知道，我很喜欢这种复古怀旧的感觉。对，大概设定在70年代、80年代，对。所以在里面其实也没有像比较高科技的产品就不会出现在里面。对，现在就不知道到哪里，大家都会不管到哪里，大家都会哎脱一下秀一下这样。没有，但是这秀就太刻意了。有时候比如说走在路上看到我穿背心，或者是在这个片场的时候可能很热。对，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几乎周边的人大概都看过他的腹肌了，因为当然他好东西愿意跟好朋友分享，只是在这公开场合他比较低调一点点，不要这么让大家那个。对，其实练这个重点就是希望大家很多艺人朋友可以开始练。对，那大家现在不是都开始练了，就是造成一股这种，我觉得练身体其实反正就对身体健康是很好。那这部戏其实跟健身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只是说。我觉得让大家看到，有回春的感觉，不是，就是有稍微年轻。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样的毅力，代表说，那这些电影可以拍得更好。没关系，我等一下这个进去这个室内的时候，平面记者稍微注意一下，对，不要带着摄影机进来。我到，因为之前你记不记得之前那时候我就说2个月后，我让大家知道，对不对？那个在那个平面在访问的时候，明明就有让他们稍微你知道看过，然后。他们还是会有时候有些时候
就是会有这种狗仔会想要乱写。那没关系，因为这个他没有办法写你说哇，你真的练得很好，他们看得很感动。哦，是啊，他们写不出这个好话，好，没关系，没关系。那狗仔我就不就没有差了嘛，对。那我觉得其实这只是要大家稍微注意身体的健康，对，并不是说要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刚红之前就是有很多传闻，大家自己有讲嘛，那好像有传大陆那边好像说片商不看好，那刚才大家自己杰伦也说了，这是要以这个浪漫为主，就是为了打卖。可是对于外界说对这个不看好这个票房，我想呢，这电影还没有开始拍，就非常多的不管是海内外的版权发行公司都来找我谈了，甚至从日本、从别的国家，甚至到美国都过来，大家都非常的想要来跟我们合作，所以不看好这事，我也不知道谁说的。没有，他只不过看到那个新闻啊，因为他是说如果跟红眼的话，片商不看好。对这件事情，我还蛮难过，但也 OK 了。对对，但刚刚片商其实就在下面了。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是受到大家瞩目啊，那因为就是从之前在试拍到现在，其实反正就是会有一堆传言出来。那我觉得明年出来，我觉得就把一些负面的新闻当作是一个宣传，自己心里这样想，觉得是啊，就不会太去在意，对，因为反正就是这样。出唱片也会有人讲，拍电影也会有人讲，但是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没有差。我觉得就是情绪自己管理好，所以跟我们不要太在意，好不好？对，跟我们其实还是要让他亮相一下了。不用，谢谢，不用，谢谢大家。